嗨，大家好，今天介绍的是 ENTTEC 灯光设置控制器 PIXEL OCTO。ENTTEC 的 PIXEL OCTO 是一个安装于 DIN 轨道上的控制器，它可以同时处理高达8个 Universe 或1360个像素点。PIXEL OCTO 非常易于安装、配置和使用。你可以通过一个界面，使用虚拟亮度控制器轻松控制灯具，还可以实时监控金属内部的温度。它还有一些非常酷的功能，例如一，通过机体或界面上的按钮来点亮灯具，这样一来无需 ArtNet、SACN 或 KiNet 等输入，你便能轻松检测灯具剪接是否正确，并且正常操作。二， PIXEL OCTO 用途同时也非常广泛，通过选择直接或独立模式，您可以使用内置的效果生成器来预设并且显示灯光效果。在独立模式，你可以简单设置一些参数，例如波浪类型、光束移动速度和方向，来制造你所需要的灯光效果。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请访问我们的 ENTTEC 官方网站 ENTTEC.com。谢谢。